大半夜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好不容易睡着了，又开始做一些古古怪怪的梦，搞得黑眼圈都快掉到下巴了。那又是什么原因让睡好觉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呢？其实大部分失眠前面的患者都是因为压力导致。如果长期睡眠不足，会引起幻觉、记忆力下降、免疫力功能降低、加快衰老速度，甚至是缩短寿命。所以睡眠品质对我们来说不可忽视。那又该如何改善睡眠品质呢？第一，保持规律的睡眠，不超过8小时。第二，营造一个宁静的环境，保持房间凉爽、黑暗和安静。第三，消除紧张情绪，可通过运动、冥想来释放压力。除此之外，你也可以选择 BMS Organic 的一夜好眠礼盒，里面包括海洋能量和综合酵素，能为身体补充矿物质，尤其是镁，有助于平静心灵。另外也能增加体内的酵素，促进肠胃吸收和减少疲劳。如果平时生活压力紧绷，面对睡眠问题，那还不赶紧 PM BMS Organic 与我们的营养师联系，帮助您改善健康问题。